美元今年表现强势，出年的走势又会是怎？人民币持续贬值，出年再贬的幅度又有几大？今集请来星展香港财资部执行董事黄良响同大家分析一下。你好，睇翻今年咧，美元就好強啦。咁我記得你上年講過啦，即係加息之後咧，美元就應該會跌噶啦。係係。咁你點睇出年係咪美元真係會跌翻啲咧？我諗美元咧，出年咧可能即係大概係年中嘅時候咧，佢會跌得多一啲咯。但係咧，由而家開始咧，即係未來可能嗰兩三個星期咧，美元可能仲試一試高位。原因咧就係因為今次咧嗰個嘅即係意識咧，同埋今次個美國加息咧。雖然話市場係預期在內啦，咁但係咧加息之後咧，咁啊個聲明咧同埋耶倫咧嗰個嘅即係記者招待會咧，一啲嘅講法咧，我覺得咧係似乎比較鷹派一啲嘅一啲即係講法。個原因咧就係以前咧就聯儲局咧每一次咧都話係加息咧係一個即係獨立嘅每一個會議都係一個獨立嘅一個即係event 嚟嘅。咁但係咧，今次咧，似乎耶倫咧，嗰個嘅講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係一個加息週期嘅一個週期啊，咁啊開始。咁而且咧，耶倫咧係淡化咗咧，兩樣嘢，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低油價咧，對美國嗰個即係通脹咧所引起嘅一啲即係負面嗰個影響。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個強美元咧係對。美國的經濟咧，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咁呢兩樣嘢咧，佢覺得咧係會自動調節啊。咁所以咧就可能咧，而家市場開始咧係會話出年加息咧似乎係一個即係既定嘅一個事情。咁既定，既然係既定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喺呢兩個星期裏邊咧會有一啲反應。咁呢個反應咧可能再抬高一啲美金咁樣啊。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係我哋再睇翻美國嘅長期息率咧，佢喺加息之後咧，個長期息率係不升反跌嘅，十年期嘅息率咧，而家咧係即係去翻呢個即係2.25%咁上下。咁我諗咧就呢個亦都反映咗即係個市場咧對於加息所引起咧美國經濟咧嗰個事實上係應該有啲放緩嘅，咁所以咧就。個美元咧，可能咧就喺未來嗰幾個星期咧，係會繼續一個即係升勢。不過咧，就喺出年可能第二季開始咧，會係回落咁咯。第一出邊睇，但係可能出年都係會加息四次咁樣。係呢樣嘢對美元嘅影響有幾大咧？加息咧，原則上咧就對個美元嗰、那個即係、影響就唔會太大啊。問題咧就係其他嘅地方咧會唔會再減息啊？有冇即係其他嘅地方咧加大量寬咁樣？咁如果我哋睇翻咧過去嗰即係一個月裏邊咧，唔同央行個表現咧嚇，就似乎咧就亦都係有一啲嘅跡象顯示咧，好多嘅其他嘅央行咧係唔係好想再減息噶啦啊，或者係即係嗰個量寬咧，亦都係即係比起預期係少咗啊，或者個力度咧亦都係比起預期少咗啦。分別咧係有即係日本中央銀行咧已經係喺10月、11月咧亦都係冇再加大量寬啊。咁呢個即係歐洲中央銀行咧，雖然話將嗰個負利率再係減多0.1%啊，但係亦都係即係少過市場嘅預期亦都係即係冇話將嗰個即係買債將佢嗰個再提前咁樣。咁至於話澳洲中央銀行咧已經係即係幾清楚咁樣顯示咧，今次嗰個嘅減息週期咧差不多係完結啦啊。咁紐西蘭喺減咗一次息之後咧亦都冇跡象咧話佢喺未來嗰3到6個月咧係會繼續減息。咁變咗咧，如果話即係美國係繼續係有75點子喺一年裏邊嗰個即係加息嗰個幅度咧而其他嘅央行已經係即係減完息咧甚至即係譬如話英國嘅話。可能咧喺即係第一季之後咧會考慮係加息嘅啊，咁變咗咧嗰個即係息口嗰個相差咧未必係好大嘅啊，咁嗰個即係如果大家個預期係咁樣，而去到即係第二季之後咧，美國嘅即係經濟個數據係放緩咧，咁美元咧有機會咧喺即係第一季之後咧就係即係翻轉頭咧係回翻去一個即係下跌嗰個嘅即係軌道裏邊咯。但係個幅度會有幾大咧？
我諗咧，今年個即係如果出年嘅話咧，個美元下跌幅度咧就未必會好大啊，因為咧即係如果參考翻咧上兩次嗰個嘅即係上三次啦嚇嗰個即係美國加息週期咧嚇兩次個美元下跌咧個美匯個指數下跌嘅幅度咧都係7%左右啊，咁今次咧就基於聯儲局咧可能咧都即係幾堅持咧係話如果即係數據唔係太差咧嚇。佢都係即係會加息啊咁樣啊，但係咧加息嘅部分啊唔會太快咁樣。咁我諗咧，今次如果係出年嘅話咧，一年裏邊加息即係三次到嘅話咧，咁可能美匯嗰個即係指數下跌嘅幅度咧，大概5%左右嘅啫。即係比之前係少嘅咯。我諗今次咧就即係嗰個問題咧，就係喺雖然話即係好多央行咧都係停低啊，唔再減息。但係佢哋咧就可能有一段時間咧先可以追得翻美國一起去加息。咁呢一樣嘢咧就即係同埋上兩次嗰、那個即係美國加息有啲唔同啊。上次美國加息嘅話咧，佢加息之後咧，好多其他嘅央行咧都跟住加息嘅。咁如果今次嘅話咧，就可能只有咧就係即係英倫銀行咧喺短期裏邊咧係可以跟住美國加息咯。係，咁睇翻另外一方面啦，即係人民幣方面啦，今年就。八月開始又係咁，即係突然間更加變得犀利。出年會唔會都係咁嘅情況？我諗咧就今年八月咧嗰一次性嗰個嘅即係貶值咧啊，咁即係將個人民幣忽然間係即係將佢貶2% 咧啊，呢件事應該就唔會再發生啊。不過咧就人民幣咧喺即係上個星期咧呢、這個人行咧就即係宣布咧，而家嗰個嘅即係參考咧就參考翻呢個一籃子貨幣。啊，咁就唔係話即係淨係盯住個美金啊，咁變咗咧，即係人民幣嗰個嘅匯價咧，就會係即係比較係貼近歐羅啊、日元啊、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其他嘅有相關貿易關係嘅國家啊。咁當然啦，美元嗰個佔比咧就26%，咁歐元都有21% 咁樣。咁我諗即係嗰個。變咗咧，就會睇翻歐羅啊、日元呢啲即係貨幣咧嚇，會唔會進一步下跌咁樣？咁頭先我哋講過咧，其實即係歐洲央行同埋呢個日本央行咧，可能咧喺即係出年咧，佢哋嗰個嘅即係貨幣政策咧，唔會話再係非常之寬鬆咁樣啊。咁因此咧，即係人民幣咧就可能咧就有一個即係。唔會話跌得太多咁樣咯，咁但係咧，即係喺即係頭半年咧，即係個美元可能咧仲係即係間唔中咧有一啲即係上升嗰個情況咧嚇，咁我諗咧就人民幣咧都仲係喺一個即係比較大個貶值個壓力底下咯，咁貶值個幅度咧就應該唔會太多，因為中國都仲係一個即係經常帳咧係即係有盈餘。咁而且咧，貿易帳項咧都仲係即係歷史上最高嘅一個即係盈餘嘅情況咯。咁所以我啊覺得即係資金流出佢係會有一個短期嗰個效應啊。咁即係平衡之下咧，個人民幣咧可能即係一年裏邊咧個跌幅咧大概係2% 左右。咁另外啊，即係歐羅同埋 yen 啊，即係今年就因為不斷量寬咁樣出跌啦。你頭先提到啦，即係可能出年就。冇咁即係個力度冇咁犀利啦，會唔會對兩隻貨幣又好翻啲啲咧？歐羅同埋個日元咧，我諗咧就嗰個走勢咧就會比較中性一啲啊。即係如果我哋話即係嗰個量寬咧開始咧係即係係唔會再加大啦咁樣啊。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美國又加緊息啦咁啊。咁即係佢哋嗰個走勢咧，即係好似我話。佢上半年咧，可能都仲係即係比較係一個即係窄幅咁樣打平嘅走勢。咁可能下半年咧，即係佢哋上升嘅機會比較多一啲咯。啊，因為如果個市場咧對於呢一個歐洲同埋呢個日本央行啊，仲係有一個加大量寬預期啊，咁而呢個預期咧，可能喺出年第一季之後咧，係開始係落空嘅話咧，咁佢哋反彈咧就會喺當時咧比較多一啲咯。咁會唔會咁多貨幣？其實出年應該叫最睇好邊只咧？我諗出年咧就即係貨幣裏邊咧，應該仲係可以睇好呢個英鎊同埋個即係澳元咯啊！即係中國嗰個情況咧，就係話
經濟係放緩，咁而家大家都即係接受咗啊。咁呢個大宗商品價格，例如鐵礦石啊，亦都跌到去即係歷史低位咁滯。咁油價亦都係低位咁樣。咁但係出年咧就第一季開始咧，中國咧就會大力咁樣推行咧呢個真係"一帶一路"嗰個計劃啊。咁喺嗰度咧係會對呢一個嘅即係大宗商品個價格咧係有即係比較大嘅支持。咁因此咧，就商品價格可能出年咧第二季係反彈啊。咁今年咧，其實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咧啊，已經對澳元咧係冇一個太大嗰個即係向下扯啊嗰個嘅一個即係力量喺度嘅啦啊。咁我諗主要咧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嚇澳洲嗰個減息週期已經係差不多完結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係即係大宗商品價格可以反彈。咁我諗咧就即係澳元咧，出年咧應該咧就係有一個比較好嗰個嘅即係反彈走勢啊。咁至於話英鎊咧，其實咧即係而家嗰個壓力咧，主要咧就係嚟自咧即係個市場咧係即係有太多呢個即係英鎊個長倉嘅啫啊。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即係好多嘅即係譬如話歐羅嘅沽盤咧嚇，或者係日元嘅沽盤咧嚇，咁嗰個短盤咧都係用咗個英鎊咧係嚟做長倉，而冇用到個即係美元咁樣嚇。咁呢個調整咧，我諗就好快就完結嘅啊。咁啊，英鎊喺 1.5 以下咧，應該唔會持續好耐啊，因為始終咧即係如果你話有邊個地方可以跟住即係美國係加息。而嗰個步伐又差唔多嘅話咧，咁而家暫時只有英國咁所以咧，即係喺出年咧，我諗咧就英鎊咧，嗰個嘅走勢咧，就應該咧可以去翻即係 1.5 以上，即係 1.5 去到1.6咁嘅即係一個水平裏邊啊。其他貨幣會睇啲咩位咧？我諗咧，即係個美匯指數咧，就如果出年咧，假設佢係跌5% 啦嚇，咁嗰個日元咧，大概即係去到出年年底咧，就1.20咯啊，咁歐元咧就大概去到即係出年年底咧，就應該去到大概係即係1.12啊咁嘅水平啊，咁英鎊咧就1.57啦咁樣啊，咁個澳紙咧就如果係出年年底嘅話咧，咁我諗佢應該係去翻即係大概係即係0.77啊咁嘅水平。咁至於話個紐元咧嚇，咁我諗咧即係出年嘅話咧就大概係即係去翻0.72咯啊。咁人民幣咧就去到出年個年底咧我諗咧就同而家都係差唔多啊。咁如果離岸人民幣嘅話咧，應該都係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大概6.6咁嘅水平。今日嘅實況面，唔好客氣。